刘志，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你谁呀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啊！我认识你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竟然装不认识我！你们都听见了吗？这个人他竟然装不认识我！你现在装不认识我，那你当初找我小心肝小宝贝小可爱的时候呢？你怎么不说你不认识我呢？这位小姐，你说我是你男朋友对吧？好呀，那我问你，我住哪儿？我生日是哪天的？我手机号码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好呀，既然说到女朋友是吧？碰巧，我女朋友今天也正好在现场。我女朋友就在这儿。没事吧？我要出趟差，可能不能和你一起跨年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视频，你一个人注意安全。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。最近灰怎么这么多？怎么，提前元旦大扫除吗？我擦干净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这次去香港，注意这几个点，证监会不会提出异议？啊，那个我拿路上看，谢谢。这大白天拉着窗帘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俩偷偷摸摸在里面干嘛吗？你就不能装作没看见吗？我是诚心提醒你们，白天要拉开窗帘，门也要打开，办公室八卦。特别可怕！哎呀，你，请问45号床的病人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刚给他换了药，他挺好的，都能下床了。啊？
你来了。嗯，醒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多久了？你去给我削个苹果。你说你一个女生连苹果都不会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别削了，我直接啃，你喂我。啊啊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自己吃起来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术后不能吃生冷的食物。你看着我吃好了。伤口怎么样了？啊，疼啊，好疼啊，好疼啊。哪儿？这儿。为什么要拍我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先骗我。你说过我醒来的时候你会在我旁边，你为什么不在？好啦，那就算扯平了，对不起啊。我才知道你可以跑那么快的，担心我吗？我又不像你这个冷血怪，换做是谁我都会担心的，好吧？我去问一下护士，你能吃什么？一会儿饿死。